分别测试了配置这张卡的前后比对，关于伤害的增加部分。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丹飞来了，我是丹飞，欢迎来到《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这次我们来介绍一下，在11月16号的维护关机公告里面，增加了六张职业卡。那我们直接来看好了，在国王玻璃这边的高级定制副手的部分，还有这个多重爆裂嘛，然后电池脉冲、公子炮的，然后致泄崩坏。陷阱猎的，还有万兽之王，就是这一期的目标。他的星号卡需要原本的万兽之王卡跟妖君卡，单飞准备好了。然后直升机哥布林卡还在抢，就是如果抢到的话，就把它做出来。因为他这次星号卡跟一般卡的话，只差别在于目标对于自身造成伤害减少 6%， 然后可以叠加10次，持续5秒。就是目标对自身造成的伤害最多可以减少 60%， 还蛮高的，然后持续5秒。所以这一次的话，我们可以先把万兽之王卡做出来。那另外的两张卡的话，一个是头饰卡，这个灵魂咒歌，还有一个是盔甲的卡片，浴血奋战，这就是十字军的。单飞有的角色是坦职业，所以他可以做这一张，之后有机会也可以分享给大家。那这一次的话，大家要注意，不管是不是星号卡，它做出来的都是不可交易的。所以如果大家要制作这六张职业卡的话，就要有不能交易的心理准备，然后才去把它做出来。例如说，我要做这张万兽之王的星号卡，我必须要有原本的万兽之王卡以外，还要拥有妖君卡，这张是5200多万，还有直升机哥布林卡，那这张价值更高，是5800多万。我必须要消耗这两张卡，那加起来1亿多的日币。还有3000张的诺伦卡片去换取这张万兽之王卡，但是换取出来以后，没有任何解锁跟存入奖励以外，也不能交易，就是官方逼迫你一定是要换来使用，然后消耗比较少用到的 mini 卡。但是对我们玩家来说，这张卡一定要非常厉害，一定要有它的价值在，我们才会愿意花这些成本做出这张卡来用，对不对？那这次单飞一定会做嘛，所以单飞就先做出来，等一下去测试出伤害，大家再评估一下自己的状态，是不是要投资这笔钱在这张卡片上面。好，那我们先就把它做出来吧。万兽之王卡，然后它需要弓箭哥布林卡30万而已，然后喷射哥布林28万，暗弓箭手卡40万，1500张的诺伦卡片，然后再200万的日币。好，准备1、2、3，制作。好，获得万兽之王卡。野兽每次触及时，自身对目标造成的普攻攻击伤害加 6%， 可以叠加10次，持续5秒。棒棒棒。好，那我们就去家园测试吧。单飞也好一阵子没有测试自己的伤害了，不知道目前状态是怎么样。设定一下木头人的状态。好，设置成恶魔种族，大体型，无属性，然后木桩强度我们调到50好了。设置成 MVP 的类型。那我们现在打一下目前单飞的伤害。好，也没有吃料理。好，准备一分钟木头人。前一件爆是231万，好，一分钟，好，平均伤害是500多万。那我们放上这张卡，原本的卡是南瓜魂心卡，就是魔伤减免加 20%。这张卡对原本的输出没有什么帮助，那我们换上万兽之王卡，看看这个普通攻击增加伤害 6%， 叠加10次的状态可以让我们的伤害增加到多少。准备一样一分钟，开始。哇， DPS 增加到快要1000万耶。
还在继续增加。DPS 快到1000万，哦，1000万了 ，DPS 1000万了。这张卡让单飞的 DPS 由600多万增加到1000多万。好，有没有几乎是翻倍欸？所以这张卡你说要不要做啊？万兽之王卡这张要不要做啊 ？ADL 一定要做啊！直接翻倍你的伤害耶，而且目前单飞没有吃任何的料理，宠物对伤害没有任何的帮助，那佣兵也没有叫，所以这是实实在在单飞目前的输出。好，不然我们再测一次好不好？木头人1分钟。好，正常来讲应该是很简单的就可以到1000万 DPS。就是测试下来最后的结果，单飞会把这张卡片万兽之王卡前后伤害的比较放在荧幕上让大家比较，大家可以自己评估需不需要做这张卡，或者是你的状态，你的副手装的卡有没有需要替换到这一张卡。重要就是你制作以后不能交易，对你的解锁、对你的存入没有帮助。单飞有机会还会再制作这个浴血奋战卡跟电池脉冲卡，那等卡片收集好的话，单飞就拍摄影片分享给大家。那还在观望的玩家可以先期待一下单飞出这些卡片测试的影片。那跟随这一次的维修更新，也开启了66，单飞一样会拍摄影片。那但是会在影片的空档之中，因为还有一群超人的联动，才有时间剪辑影片分享给大家。那请大家期待，耐心等候一下，单飞会继续努力，花更多时间做出更好的影片分享给大家。所以请大家记得点赞、订阅、分享哦。对了，单飞订阅人数破2000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这2000订阅的每一个人，还有你还没有订阅的，如果觉得单飞影片做得不错，再帮单飞的频道按下订阅，啊，开启小铃铛。好，谢谢大家。好，在影片制作完不久，单飞就抢到了直升机哥布林卡片，所以单飞做出了万兽之王的星号卡，单飞也实际用了万兽之王星号卡在一机里面打王试试看。分别测试了配置这张卡的前后比对，关于伤害的增加部分，还有星号卡增加的第二项能力，目标对自身造成伤害减少6%，那可叠加10次。顺便测试一下减伤部分效果是否明显，希望大家把影片看到最后，有任何意见也可以留言给单飞。那单飞先在这里跟大家说，我们下期见，大家拜拜。